早安。对，来看这边，日间法雅，我们刚刚做到什么工作了？写，记得这个写很重要。上一堂课只有洗脸，是因为我们的洗面乳其实就已经对，然后轻轻带开，带到你的眼睛这边。你要用提拉的方式看着上面，把它带到你的眼睛周围，才办法提拉，有没有？对，那个脸的部分用手掌，手记得要把它往上拍。不要往下拍，会垂下来。往上拍，额头都是往上，眼睛闭着往旁边，往上，眼睛闭着往旁边，往上螺旋。脸的话往上，一样是往上，对。OK， 脖子呢，一样是往上提拉，快提拉，好。不够的话，没关系，是跟我们。哎，有点挣扎了，好了。为什么？然后不是只有一个功能，你回答不能只有一个效果而已了哈。一、二，我来没空。好来。保持弹性，然后那个修复肌肤。对。好。好，有主到哈。然后